石头塘村。这次调查，我正好赶上张家后人回到老家祠堂，在充满仪式感的礼别中祭拜祖先。祭祖之后的家宴是这个大家庭难得的相聚。今年的家宴由张九龄第43世孙张细宁和他的儿子张海星掌厨，大多数家族同胞都外出谋生，而这父子也选择留在老家经营农家宴，方便照看祠堂。张大哥告诉我，我要找的哪位神助攻，找到一个我没想到的地方。有什么呀？树上。在树上。树上能有什么东西啊？那是很重要的。很重要的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大哥，您在采什么呀？这是。采砂壶。砂壶是什么东西？是石壶。啊，石壶是吧？